我只系要解药，我绝对唔会伤害你。你肯放我啫？咁佢哋咧？我保证唔会俾人伤害你分毫，否则我不得好死。好，我信你。 太冒险啦！如果你刚才有咩不测，国儿，你快啲睇下呢粒传单系真定系假嘅。系真嘅。咁就好啦。龙儿，你见点啊？你个面色好苍白。我冇事，你快啲食咗粒传单先啦。龙儿，难道你以为你死咗之后，我仲会苟且偷生？ 傻蛋，龙儿，龙儿，你整傻蛋嚟噶？杨大嫂咁辛苦先攞粒住情单俾你，你竟然杨大哥要我苦咧？唔好讲咁多啦，救醒龙姑娘先算啦。龙儿，龙姑娘，孤儿，你。 以后都唔好再提。郭夫人，你哋有冇捉到公孙子嘅奸贼？个商人走甩咗。李博仇呢？我哋四周人揾，个都揾唔到啊！但我记得公孙子曾经相约李博仇喺老地方见面，但系又唔知道究竟老地方喺边度。程花坳，一定系喺程花坳。 先前李莫愁一定系约咗公孙子喺情花坳度见面，但系点知撞到我同师叔，所以师叔先惨遭毒手。好，我哋即刻去情花坳度。好。过意，天竺大师亦都算系因为你而死，我哋好应该见你最后一面。师弟虽然身故，但系从佢面容睇嚟，佢死嘅时候未有受咩痛苦。 师叔当时喺度揾紧化简情花剧毒嘅药草。呢棵咩草嚟嘅？容易小心，呢棵系断肠草，草内含有剧毒嘅。朱师兄啊，天竺大师临死之前有冇讲过咩说话？ 师叔佢冇讲过任何一句说话，就归天。师父，不如就喺附近作我师叔啊！阿弥陀佛，情花道害人不浅，不如一把火将佢烧咗。 以免佢再继续危害人家。好，大家放火。好。龙儿，你见点啊？不如我扶你过去嗰度休息一阵先。龙儿，你话我哋。 我一直喺咁相拥而死，都真系死而无憾。不能同生，但能共死，我已经于缘足矣。龙儿，不如我哋揾笪安安静静嘅地方，快快乐乐咁过埋余下嘅日子，你话好唔好啊？只要我哋能够喺埋一齐。 喺任何地方，我都一样系咁开心。总之，由呢一刻开始，我要同过年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。 我杀妻灭女，你死唔得啦！你莫手。师姐。 你个负心汉！
仲有呢个贱人，我今日要杀你哋！我不等我，本来天竺大师可以救你，但你偏偏将佢杀死，呢叫咎由自取。 千夫，李莫愁，你都有今日啦！李莫愁，当日你杀我全家，今日我就要你嚟填命。李莫愁，杀人无数，我觉得要我填命，我填俾边个？咁就当便宜咗你啦！有资格嚟杀我咩？叛徒！咁我哋有资格啦啩？ 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一个二个都冇资格杀我，死喺你手上！ 我绝情谷，杀我弟子，仲烧毁咗我所种嘅情花。今日我要攞你狗命！纠察，你害死我个女，我都要揾你填命。你即管放马过嚟啦，我唔会怕呢啲组核钉嘅。我哋走，仲唔想走？ 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估唔到呢对生死冤家，最后都化为一团肉泥，永不分离。杨兄弟，咁你咩打算？有咩打算？我只系想尽快离开呢度，同龙儿揾个清静嘅地方共度余生。傻蛋，袁大哥。 我主意已定，大家亦不必多费唇舌。龙儿，我哋走。哎呀，娘亲，你有冇事啊？我接咗求千尺三粒组核钉，乱咗内饰啊。既然系咁，我哋不如喺呢度度宿一宵，等天光之后先再出局。系咯，哥儿，横掂而家都夜深啦，不便上路，你就留多一晚啦。 师公啊，我娘亲佢有咩事啊？你放心啦，你娘亲冇乜大碍嘅，只要食翻一两粒九花肉鲈鱼就会好翻晒。唔该，大师。系咧，郭夫人，刚才你点接得住老太婆嗰三粒组核钉噶？就系呢件法宝啦。郭夫人真系不愧为女中诸葛亮，果然足智多谋，实在令晚辈佩服。不过郭夫人接第三粒组核钉就真系全凭靠真功夫。
好彩有郭夫人喺度咋，如果唔系啊，我哋都唔知点对付裘千尺同公孙子呢两个奸狡之徒啊！估唔到佢两个咁阴险恶毒，居然会有一个咁温柔良善。呢棵断肠草系天竺大师临死之前挨手里边。朱师兄曾经话过，天竺大师临死之前四处寻找能够解救情花嘅草药。你都应该见到啦，天竺大师喺死咗之后，面上仍然夸有笑容。所以我相信天竺大师系一定已经揾到解药而含笑而终。郭夫人。你是说这些断肠草可以化解情花朵？我记得我师父七公曾经讲过，但凡有毒蛇出没的地方，七步之内必定有克制解救蛇毒之能。天下毒物莫不如此，此乃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。既然断肠草生在情花附近，虽然说草内含有剧毒，但我反复思量，硬是觉得用断肠草以毒攻毒的方法，可能就是解救情花毒的方法。以毒攻毒，当然服食断肠草一定会有危险，但是既然过儿都无药可救了，我们只好死里求生。没错，只要有一线生机都应该试一试。好，我去劝下过儿。龙儿啊，你睇下今晚天上嘅星星几咁灿烂。我哋以前住喺古墓，不见天日。原来满天星斗嘅景色系咁漂亮。如果龙儿你喜欢嘅话，我哋可以晚晚喺度欣赏天上嘅繁星。郭儿啊，你话人死咗之后系咪真系去阴曹地府啊？咁我情愿真系有阴曹地府啦。你唔怕勾你根落油锅咩？如果真系有阴曹地府嘅话，我哋死咗之后，咪可以喺阴曹地府度再度相见咯。我听师傅讲，黄泉路上有个叫孟婆，只要你饮过佢嘅孟婆茶，咁喺阳间所做嘅一切。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。不过呢碗茶我一定唔会饮。点解？因为我要永世咁记住过儿你对我嘅恩情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墨，我系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